魔焰流玉乳，玄主结清泉，色比土苏净，香于石髓间。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白色诱惑，这是女诗人郑允瑞对豆腐的意境领悟。而豆腐，相传由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于八公山修道炼丹时，不经意间的错手点化，让大豆与石膏完美邂逅，成就这千古一味的传世美食。走过2000多年的曼妙世界，豆腐用它千变万化的姿色，打动着我们的舌尖味蕾，也成就在餐桌上的无比惊艳诱惑。清灵口，古朴而宁静，因为胆水豆腐的名气，让这个大山深处的古镇可以成为川味豆腐的第二娘家。李氏豆腐庄是李守忠从父辈手上接过的豆腐生意。当年小小的豆腐摊已走过30年的光景，升级为今天的特色豆腐庄。而现在豆腐庄也逐渐地传给了儿子打理，自己则可以停下来享受这古镇的悠闲。但今天是爱孙一儿5岁的生日，按照惯例，他总会亲自上阵，给一儿及全家料理一桌李氏家常豆腐宴，这是他作为一家之主的特权。胆水豆腐采用井水与小黄豆制作，清香嫩滑，这是清灵口最具特色的主题美味。将豆腐压成泥状后，放入新鲜肉末，再加鸡蛋搅拌，这样合成的膏体状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一儿喜欢的各种造型。萝卜雕刻龙头凤身，得到龙飞凤舞的完美组合，这是今年李守忠送给一儿的礼物。龙和凤是中国人最为自豪的神话图腾，或许这样的寓意表达也正是李守忠对一儿的几多期许与厚望。怀胎豆腐从一儿出生开始，每年的今天，这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味。豆腐切块，改刀塑形后加肉馅，再以蛋清粉裹透后，入油锅炸至外酥里嫩。一切就绪，需要把各色造型豆腐上锅蒸制，而等待之余，需要出锅两道定制的美味，极具鲜美口感的熊掌豆腐和酸爽嫩滑的酸菜豆花，而两道极为平常的家常美食，这是母亲最爱的味道。10分钟后，熟透的豆腐清香四溢，出锅后还需要淋上各自味型的酱汁，美味才算完成。一桌平凡却充满温馨感的豆腐宴，已经将所有幸福串联起来，形成一份只属于一家人的天伦之乐，埋藏心底。从清灵口向南380公里，来到守望岷江2000年的西坝古镇，这里是川味豆腐宴的原产地。500年时光穿越，曾经传说中
挑着担子唯美路过的豆腐西施们已经走进了古镇的各大餐厅中，依旧演绎着关于豆腐的味觉传奇。三八饭店，从厨房到前厅，豆腐西施们同样用豆腐开创着他们的美食田园。一块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豆腐，在他们的手中却能幻化出风情万种的诱惑美味，并吸引着各地慕名而来的吃货们。而一桌美味惊艳的豆腐宴，除了豆腐本身的质感外，对食材的理解和制作创意也很关键。用石磨豆腐挤压成泥状，以高汤调味烹煮，加入纯蛋清打制的奶油，才会更加嫩白柔滑。得到的雪花豆腐拥有酷似冰激凌的口感，让人舒心清爽。鞭炮豆腐是极具创意的，将豆腐取形鞭炮状，经过油炸后掏出豆腐瓤，再放入鲜美肉馅，用豆腐泥凝聚成型后，再次炸至皮脆肉香。当浇上咸香微辣的芡汁，每粒鞭炮都将外酥里嫩，鲜美酥香。而鱼心酿豆腐也被西施们称作口袋豆腐。豆腐片加肉末馅后，再裹透蛋白豆腐泥，在旺火油锅中炸至蓬松酥脆，需要迅速淋上酸甜酱汁，干涸豆腐球才能瞬间吸透酱汁而滑软饱满，酸甜可口。西坝豆腐以嫩为主，采用凉水浸的水，水质好，煮出来的豆腐又鲜又嫩。其中豆腐有180道，有70道红味的，有30道白味的。一桌豆腐宴，演绎美味传奇的同时，也透露着西坝人对豆腐的钟爱。这是西坝的豆腐西施们用500年的青春岁月书写的豆腐诗篇。豆腐宴有着千万种诱惑的化身，但对于上滋味后新香的四川人来说，或许一道口感滑嫩、入口麻辣鲜香的麻婆豆腐才算是最爱。麻辣是由花椒和辣椒配合产生的一种强烈刺激感，麻能让舌尖打颤，而通透的辣可以让人全身出汗。中国人餐桌上的味型成百上千，而麻辣却为川味独有。麻婆豆腐也早已在川味体系中位列仙班。黄长军对于川味的痴迷，让他开始了这家麻婆豆腐店经营之路。而他想通过对传统老川菜的挖掘和整理，让更多的人可以品味到那些记忆中的味道。麻婆豆腐呢是世界闻名的一道菜，虽然很闻名，但是它的店其实还不多。我有时候经常就跟这些餐饮界的师傅、餐饮人他们交流的时候呢，他们对这种传统川菜这种流食确实是很痛心疾首的。那我自己也有感触，因为有些老东西我吃不到了，特别是传统川菜，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在自己身上通过陈麻婆这个地方，让我们这些老的传统川菜能挖掘一些出来，
能让它继续传承一些，就像自己面部之类的。麻婆豆腐看似简单，但要做到传统而地道，选用细嫩清香的石膏嫩豆腐最为关键。将整方豆腐改刀成四棱见方，用鲜汤加入精盐进行微制保鲜，再捞出备用。而地道的麻辣调味需要用成都二荆条制作的辣椒粉、汉源清晰的花椒末，以及去精后的净瘦黄牛肉，细细剁碎，下旺火热油炒至酥香。以豆瓣、辣椒粉、豆豉、蒜蓉炒香后做成的浓香油汤，烹制豆腐才算调味完整。麻婆豆腐的特点呢，就只有八个字：麻、辣、烫、捆、酥、嫩、鲜、香。在处理过程中一定要注意，海椒末一定要来香，臊子一定要来酥，豆腐一定要保持它的烫，最后勾芡要勾二至三道。在川菜风靡世界的今天，麻婆豆腐已经被各家中餐菜谱金榜题名。当开启尘封的往事，美味的传奇，却由一位贤惠勤劳的女人赋予。清朝同治年间，成都万福桥的陈兴盛饭铺，因男主人英年早逝，迫于生计，妻子陈刘氏不得不继续经营，而光顾饭铺的客人多为打尖歇脚的挑夫。这些卖肉与豆腐的邻里及回头客，为帮助陈刘氏，便以支付酬劳的方式，取豆腐、牛肉等，请他代为加工成菜。而在长期的烹饪中，陈刘氏便掌握了一套独特的烹饪技巧，烹制的豆腐独具风味。为了区别于其他的烧豆腐，因她美丽的脸上有麻痕，便称其为麻婆豆腐，饭铺也因此被冠名为陈麻婆豆腐店。麻婆豆腐走过150年的时光，依旧被人们的舌尖味蕾所眷恋，而黄成军也正是被这样的故事和美味所吸引，用行动证明着他的梦想，也才毫无疑问地走进了麻婆豆腐的美味秘境。